讲述人生故事，直面一段记忆。惠英红来北京寻故人，再说感谢。我又觉得我欠了一个谢谢。没有。岁月的历练使他收获了怎样的感悟？去笑对生活。蔬菜跟也更柔软，真的一模一样，要有甜酸苦辣才好。食物与人生背后究竟包含了怎样的家庭故事？经历沉浮究竟是什么令他难以放下？我哥在这里离开的。时隔多年的一场邀约，谁又是他心存感谢却不敢相见之人？你现在有空了吗？我想见见面，可以吗？当触及内心的痛处，他最终能否勇敢跨出向前的一步？听从真实的，那无所谓的。每周六晚22点，熟悉的味道第4季，温暖相约。